平安，阿门。好，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要真正遵守主的命令，就常在主的爱里。你是基督徒吗？是基督徒，是基督徒，遵守主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他劝你常在他的爱里，他爱你，你有了他的爱，这个爱是长阔高深的爱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，是天上的爱，是从神来的爱，不是人的爱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你是基督徒，他遵守了父的命令，你遵不遵守主的命令？遵守。常在他的爱里。你要想过结果，藏在他的爱里，是不是啊？是。第十一节，这些事我已经说了，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你们的喜乐，说我的喜乐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满足。你们若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基督徒。什么叫基督徒？彼此相爱。怎么能相爱？在一个树上结。他嫁接在基督的树上，你也嫁接在基督的树上。再往下看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情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什么爱最大？舍命的爱最大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所以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结果子。这果子是分派结的，是主主动拣选我，不是我拣选主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被主所拣选的，不是我们去拣选主。这个前后的次序你一定不要把它颠倒，一颠倒了就是你去结果子，你的结果并不是主分派的结果，所以这里是分派结果，是不是啊？常在他的爱里，是不是啊？下面才能彼此什么？常在他的爱里，也要彼此相爱，因为最大的爱是什么的爱？常在他的爱里，最大的爱是舍命的爱。第八啊，是为朋友舍命。耶稣为不为我们舍命？为我们舍命，这是最大的爱。舍命的爱，最大的爱是舍命的爱。耶稣说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了。我们是主的，这就是主的朋友。在这上面建造的，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的，就是谁的朋友？在基督里，基督的身上建造，是不是啊？他是树，我们在他身上建造，就是主的朋友了。身上建造，就是主的朋友。在哪建造？神怎么承认你是朋友？因为你在这次见到你不是主，你跟主不是朋友，这是朋友是什么？知心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在他身上见到才是主的朋友，是不是啊？再往下看，主拣选了我，不是我拣选了主，是不是啊？主拣选了我，不是主
不是我拣选的主。第十一声，神主分派我结果，不是我自己要结果的。分派是不是？什么叫分派？他分派我结果，他派我结果的，是不是？他吩咐我结果的，是不是？分派我就是吩咐我结果的。不是我要结果子，因为我在好处上，所以就一定能结好果子。主分派我结果子，不是我要结果子，使我的果子才能什么？长存。第十二，他分派的结果子不是我要结的果子，所以我如果我自己要结果，我的果子会不会长存？不会。使我的果子长存呢？使我的果子长存呢？所以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不要拿坏处去结坏好果子，好不好？有多少人拿坏处去结好果子？也不要拿好处去结坏果子，你要别想好处，从神生的能结出坏果子，从神生的他就不犯罪，对不对？不从神生就一定会犯罪，这是十三点，是吧？好处是基督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地方有这样，这是十三，不要用坏处去接什么？坏处去接好果。正常的神经正常的他都不去拿坏处去接好果子，除非那神经不正常。今天教会里好多神经不正常，拿什么用什么接好果子？用坏处去接好果子，用这个老亚当那个身体使劲去，这是坏处，是不是？这坏处他使劲用这个去接好果子，能不能接出来？第十四，也不要用什么，不要用好处去结坏果子。好处他去结好果，坏处去结坏果。犯罪的是旧人犯的，是新人犯的。旧人。坏处是旧人，旧人犯罪，是不是啊？新人能不能犯罪？新人不犯罪，而且不但不犯罪，而且必不能犯罪。基督能不能犯罪？基督绝对不能犯罪。基督有没有罪？没有。基督绝对没有罪，他是圣洁无有瑕疵的，他是没有罪的。基督就是那好处，我们在他身上建造就是好处，就是好枝子。所以不要用好处去结坏果子，也不要用坏处去结好果子。凡这么颠倒的结的，那都不是好人，一定不是好人。假先知这么干，是不是啊？假基督这么干，对不对？我们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七章，马太福音七章，对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
十五节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假先知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假先知呢？啊？假先知用什么方法？假先知用这个方法，但今天我们是主的门徒，用不用这种方法？不要用坏树结好果子，也不要用好树去结坏果子。假先知用坏树去结好果子，是不是？用肉体去结好果，外面披着羊皮，外面可像了羊了，装的像羊样，里面却是什么？残暴的狼。里面残暴的狼是什么？坏树是不是？坏树老亚当那树，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撒旦在充满它，是不是？它是坏树，撒旦充满，它去结好果，教导人也用肉体去结果子。好，咱们看第七章第十五节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叫谁防备？叫我们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装不装？可装了。他用什么装出来的？用坏树装出来，用那个大肉体装出来，可像样，可敬虔，可属灵了，是不是？你们要防备。假先知都用坏树来结，外面装，外面装不装羊啊？外面披着羊皮，像不像羊？像你看，它外面披着羊皮，它里面是什么东西？里面却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它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残不残忍？是不是狼啊？它是什么？它里面确实是残暴的狼。它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主为什么说它里面是残暴的狼？它里面是谁的生命？老亚当生命被魔鬼给附上。假先知外面伪装，是不是？外面伪装成什么呢？羊。它外面可像羊，可像羊的。我写的是繁体字，残啊，残暴的狼，残不残忍？凶不凶暴？凶暴的豺，是不是？凶暴的豺狼，外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像豺狼的一样凶暴，含不含？里面有没有良善？但外面羊代表良善的意思，狼代表残暴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残忍，他不管谁，大羊小羊他一起咬。狼是吃什么的？羊是吃什么的？吃草。羊是顺服的意思，狼是不顺服的意思。用狼的生命代表比作它里边是谁的生命？鬼的生命，是魔鬼的生命，魔鬼的生命。装的像不像？它外面以人形出现的，但那里边却是魔鬼的灵。他用肉体，用坏树去干什么呢？结好果子。你看，你怎么能分辨出来？你怎么能分辨出来？往下看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他这边还装敬虔，那边告诉你，敢说你没罪了吗？你听，这边还装着敬虔，那边说敢说你没罪了吗？谁敢说谁信耶稣就没罪了？但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却不被定罪了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们已经干净了。刚才讲的干没干净？干净。洗没洗净？成没成圣？成没成义？但他们就，他说你敢说，你就不犯罪了。
最后一个问号，你敢说你就不关心了？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可不可以认出他们来？可以。因为今天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。他说他不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定不定罪了？不定罪。在基督里犯不犯罪了？不犯罪。不犯罪。那么今天上帝就叫你分辨一下，凡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啊。对。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就叫你认出谁是神的儿子，谁是魔鬼的儿子，就叫你认出谁是真正的假先知，所以叫你防备。你怎么防备？你看他犯不犯罪了？他今天还犯罪，证明他，看到他的果子是什么果子？罪的果子。你认不认出他来？如果他真在基督耶稣里生根建造，他还犯不犯罪的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了。说没说？说了。证明他在基督里，不在基督里。咱们看一节经文，就一节经文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。好的吗？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我们今天是犯罪的，是不犯罪的？不犯罪的。不犯罪的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的。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，凡犯罪未曾看见他，未曾认识他。你可不可以断定他是假先知？可以。用什么断定？那短果子，他是犯罪的果子。我们是什么果子？我们是行义的果子。行义的叫什么人？义人。行义的果子，结不结果子？结果子。所以我们的果子是从圣灵结出来的，他的果子是从老亚当那个结出来的，是不是？他那果子是魔鬼告诉他进到肉体里边结果子，咱们的果子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结果子，是不是？是。因为养，所以我们是行义的果子，他们是什么？犯罪的果子。他是犯罪的果子，是不是？能不能认出他来？所以外面披着羊皮，你也能认出他。凭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。有很多就误解这段经文，凭他果子，所以我们得多结点好果子，好凭果子好认出我不是假先知，我是真先知。你看我结好果子了，用哪儿搬出来的？还是假的？他只要用肉体装出来，外面披着羊皮伪装的，里面他还是残暴的狼，他就是什么？是不是假先知？是。他就是假先知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假先知？他伪装出来的和圣灵接出来一不一样？边伪装边问，你不犯罪了？谁还没有罪呢？这里边说从此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呀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凡犯罪都是未曾看见他，这群人外面还要求行为，实际行为还不好，他外面还伪装装着羊，其实他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对不对？假先知所做的一切事情跟真先知做的不一样的。假先知传假道假预言，真先知说的是从神来的预言，对不对？先知和先知不一样的。所以这里面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去披，什么叫披？外面是披着羊皮，实际生命上是不是羊的生命？里面却是残暴鬼的生命，狼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他再伪装，外面嘴怎么伪装成羊，他也不是羊，你能不能认出来？他一咬羊腿，证明他是什么？狼啊，也给圈到圈里头的，那个撒牧人也给把那个披着羊皮的狼也给圈到那圈里头，但他左边一口右边一口咬谁？咬羊奶，咬羊腿，咬羊脖子，要吃肉，是不是啊？他不吃草，所以有一只羊不吃草。那个牧人有一天，你们学不学校这课文啊？学不学校那课文？那个羊披着把羊
那个狼把羊吃完了，披着羊皮，天天混在那狼群，那羊群里头。牧人感觉奇怪，怎么有一只羊总不吃草呢？牧人发没发现？发现了，发现这只羊总不吃草，他就仔细地看一看，原来那个羊皮在他身上是披着的，没有真正的在他身上长出来，那个是披着的，所以他不吃草，因为他学嘛学嘛，看牧人不注意的就咬一口。咬谁？咬羊，是不是？因为这就是今天就是什么？外面披着羊皮，假先知，这样假先知现在在教会中间多不多？多，多的是。只要是他伪装出来，他都是假先知。只要是他伪装出来的，用老亚当那个旧造的生命去伪装去，装成这羊，装成是顺服的，装成是。是不是圣洁的，装圣洁，羊代表圣洁，是不是？羊又代表顺服，圣洁的意思。他装圣洁，外面披着羊皮装圣洁，是为要干什么？迷惑一批人，叫人相信他，叫人跟从他，他要在你们身上取利，并且要害你们的命，要叫你们跟着他跑，并不是爱惜你们，并不爱惜羊群，是不是？他是残暴的狼。这假先知耶稣就把他比作残暴的狼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这是一种比喻啊。这样的人在教会中间，他也有一席之地，因为有人拥护他，有人给他奉献，有人拥护他，有人是不是听他的，有卖的就有买的，有吆喝的就有出去。就有看到麦糖嘞，我买一斤烂桃糖稀水，你这烂桃你怎么还卖呢？你不懂，烂桃能治病，治病就治，真的吗？那还能骗你吗？烂桃糖细水就能治病，就那细水才能治病，你傻呀？你去买多少钱？你烂桃多少钱？能治什么病？你说吧，高血压是不是啊？脑血栓，各种癌症，各种脑梗，心梗，你看假的净卖假的，是不是啊？今天这假先知，今天卖假药的都夸自己的烂桃哦，这烂桃这么多钱呢？能治这么多病，我想买几斤，20块钱一斤，买不买走了？啊，买，我买，傻不傻？有没有这样人？有这样人，买，平时桃是多钱呢？2-3块钱，今天多钱？20块钱，为什么20块钱？平时的好桃。就2块多钱，今天变成20块钱，为什么？用烂了。为什么烂的就得卖高价？对呀，烂的就卖高价，那不烂的不能卖高价，就是烂的才卖高价嘛。卖高价就有人买啊，保证有人买。受骗上当的人多不多？那你想想，你买好桃花2块钱买好桃，你要想吃烂桃，你把它叫它烂，烂完再吃，非得买它的烂的，还卖20块钱。那老太太好不容易卖鸡子儿攒2个钱儿啊，这攒这2个钱都给谁送去了？给那卖烂桃的送去了，是吧？那老太太年龄那么大就想信耶稣，一下就给那卖假的那个假先知就给骗去了，骗去天天上那奉献去，有没有这样人？卖鸡蛋卖那2个钱呐，好不容易卖那2个钱拿去了。不是，人家脱皮症治病了，能治病吗？来，治病了。啊，该咳嗽的还照样咳嗽，该脑血栓的还脑血栓，是不是？该脑梗的还脑梗，就听那受骗上当的，受罪受的受不了了，不管来卖假药管真假买吧，平时买的是2块钱，今天买烂桃买多花多少钱？20块钱，啊？就受那骗上的当，今天信仰上有没有受骗上当的？有，太多了，
辨明是非的人太多的，不知道那是假先知、假基督、假使徒、假师傅，是不是啊？假弟兄，这净假的，还有假牙，还有假眼珠的，还有假的，有没有假？净造假的，现在造假的多的是，你看那街里还造假的，他明知道是假的还去买，是不是啊？你跟他好话不爱听，他越爱听真的是假的。这个时代的人弯不弯曲啊？背不背谬啊？你看那残暴的狼，外面也披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是不是啊？这个，他们最明显的是拿着什么？拿着坏处去接什么？好果子。好果子。你肉体里面有好果子吗？没有。没有。他就在肉体里装好果子，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坏处呢？因为他外面披伪装，是不是？耶稣说他，说什么呢？他粉饰的坟墓就粉刷外面去，里面却是污秽；洗刷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是装满了各样的污秽，是不是？粉饰的坟墓就是整外面，里面却是死人骨头。耶稣形容的一点都不错，是不是？耶稣比喻的一点都不错，用坏处去结什么？好果子，去结好果子。他们呢，要想结好果，要干什么？其实他不是结出来，他们硬装，用坏处装好，假冒为善，装出来骗人。是不是骗人呢？骗不骗人？骗人。干嘛骗人呢？他干什么要骗人呢？为利。是不是为利呀？为利混乱主的道，他为了利益，所以他用这种装的方法，用坏处去结好果子，那能结出来吗？结不出来，他上市场上买几个红富士，扎在那山里红树上。扎上去了，你看我这树好啊，净结了好红富士，快都来买来。有没有去买的？真有人去买。但今天有，你看今天那些真正明白的，他是逃避这一切，躲避着。耶稣告不告诉你要防备啊？告诉我。告诉我。但不防备的人多不多？多的是。有的人不在乎自己的生命，我只要过宗教生活就行，就去了，去了就是受骗上当那伙人了，是不是受骗上当那伙人？他应该是受骗上当，他用坏处去结好果子，那看这个果子就知道他是伪装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知道他的果子不是好处上，不是好处上结出来，哪处上结出来的？坏处上结出来还是情欲的果子，是不是啊？就像我在安徽跟那牧师交通的时候，这一交通一开口就开始错，你就听，你的心里就装不住了，就知道他讲的是错的。咱们里面是圣灵，他里面不是圣灵，是邪灵，因为他拿肉体讲生活不讲生命，是邪灵，就欺骗了那里的教会，很多人就受欺骗，受骗上当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叫看果断树啊？有很多的人看果断树，就是我们得行为好一点，这就好果子；行为坏的就不是好果子。所以看果断树，你行为不好，这行为好啊？他外面披着羊皮，行为好不好？法利赛人行为好不好？不好吗？好。他假冒伪善出来的行为，用人，他为什么能欺骗那么多的人都上那地方奉献去？就是装行为，用肉体装出的行为，伪装出来的，是好行为是坏行为？坏的。坏的。所以看他们的果子伪装出来，你就知道他这个树是什么树，坏树，一定不是好树，一定不是好树。好树他就一定结好果，但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真正的仁爱，第一个果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
是不是？犹太人接的我的假冒伪善伪装，是不是？在上帝眼看，他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找不到果子，一个果没找到。如果他是真正结好果子，他那么装了那么多年，他只能欺骗那些百姓，欺骗跟从他的人，法利赛的门徒，只能欺骗他们。他欺骗能不能欺骗了耶稣？不能的。耶稣走在那下边，看那树上有没有果子，一个也没有果子，就表明以色列他没有好果子，是吧？法利赛人结不出好果子，但是他还要硬装。装的目的是欺骗那些信的人。现在很多教堂里硬装，那牧师长老全装，是不是？外面装的可敬虔了，装敬虔，背地里的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的，原因是因为他在旧造里的活着，用旧造的生命去加工好东西，能不能加工出来？啊，能不能加工好东西？咱们今天拿一团泥去加工好东西，能不能加工？上地里去取一团泥去，啊，能不能加工好东西？咱拿着黄金，能不能加工出来好东西？能。拿那个破泥巴，能不能加工出好东西？他拿那泥巴加工好东西，是吧？拿那烂头都淌溪水的去制作饮料，好不好？啊？烂头啊，去制作饮料，是不是好的饮料？不是，不是的，是不是？拿了已经臭了发霉的那个东西去做一，做给你做好吃的，你要不要吃？对了，有多少人就这么干？所以他是假的，一眼就看出来，就认定他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能不能发现了？骗人的，为利骗人的，所以他是假基督。耶稣为什么叫你防备？为什么有的人不防备呢？哎，怎么地？耶稣叫你防备假先知，是不是？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破不烂。再回头再看，凡从身上犯不犯罪？不犯罪的是好树是坏树？还犯罪的是好树是坏树？他们这边还假装羊，那边还是犯罪的，那这是犯罪的羊。说犯罪的羊，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是犯罪的羊。凡从身上的必不犯罪，是不是？是。住在他里面必就不犯罪，是不是？凡犯罪未曾看见他，他说他是犯罪的什么？羊。羊是犯罪的，是不犯罪的？不犯罪。不犯罪的，羊是无罪的。我们今天是不是主的羊？是。是主的羊，是绵羊，是山羊。是不是？他是不犯罪的绵羊，所以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第六节，是不是？凡犯罪的，两个凡，一个是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，一个是凡，都是所有的意思。所有犯罪的，就是没住在他里面，只要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，是不是？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的第六节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。犯罪，凡犯罪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他是装出来的东西？因为他还犯罪，通过他犯罪证明他是什么人？证明他是什么人？罪人。今天我们在罪上死没死？死了。我们在义上活没活？活了。我们是不犯罪的，他们是犯罪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们是不用坏书，我们老亚当的坏书给他除掉，他犯罪的生命给他除掉，他那犯罪罪的生命留着，留着干什么？去犯罪。留着干什么？他们留着，我们是除掉，我们把罪身给他什么？灭绝。咱们是灭绝罪身，灭没灭绝？灭绝。罪身灭绝，他们留着罪身干什么？留着罪身外面披上什么？羊皮，是不是啊？它里边的性情是谁的性情？狼。狼的性情。所以呢，他用罪身去行义，伪装。我们是罪身灭绝，用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不犯罪的生命，重生一个不犯罪的生命。他是不要重生的生命，他只有用罪身做件好事，充当好处，是不是充当啊？
今天我们是充当的，还是用好树去结好果子？是用从神生的，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，是不是？是。他犯罪证明他从不从神生。没有。他不从神生。他不但不从神生，他还要装敬虔，装属灵，拿哪个？罪神。拿罪神装属灵，你会不会发现？你会不会看他的果子来断他的树？是不是啊？他用坏树，所以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。用什么？他好树坏树，我们就用看果子。就可以认出他们，能不能认出？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假？假先知呢？看果子，果子从这里出来的，和从基督的耶稣里出来一不一样？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属灵的果子，这人肉体板出来的一个东西，一眼就看出来。是不是？那真的100块钱和假的100块钱能不能区别开来？区别。啊？除非那个钱盲的人，他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只要你今天你经常认识那100块钱，凡跟100块钱不一样，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认出他的？他就是从罪身里出来的。凭他的果子。啊？凭他的果子，看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看果就判断它是个，那果子好，那树就一定好；那果子坏，那树一定就坏，是不是？你看看这果子，它的树一定是坏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看果子，我们是无罪的果子，他们是有罪的果子。我们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他们是在亚当里生根建造。我们在灵里建造，他们在肉体里建造，能一样吗？他也走路了，也看老太太了，也是不是？也爱他，也献殷勤，是不是？但他是不是真爱？不是真爱。下面说话的时候，他们也显出了温柔。你听，你上去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你听听这些。被他的外貌这种伪装的声音给蒙蔽了。你看人呐，讲人呐，他说那是真温柔，温不温柔？你看哪像王一浩讲话的，一点不温柔，那么大的声音，是不是啊？蒙蔽了，是不是？被这种东西给蒙蔽了。假如约施许愿的到我们中间，你能不能说他不是从神来的？人家一点不温柔，人家问你一句：“你是基督吗？”他就毒蛇的种类啊，怎能逃避将来地狱的审判呢？是不是？施许愿温不温柔？不温柔。耶稣温不温柔？他说心里柔和谦卑，温不温柔？温柔吗？上殿里，亲自哐一下推翻了，温柔不？要假冒伪善，完全把这三人有祸，是不是？温不温柔？不温柔。耶稣讲的话，你在圣经里可以用口气看，听那个口气，你就可以断出来。他讲话特别特别严厉，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特别严厉，是不是？别人可以说一句话，迦南的女人找耶稣说一句话：“主啊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”求你去把鬼赶出去吧，不好拿儿子女的饼给狗吃。你听不听？听不听？耶稣讲话温不温柔？不好拿儿子女的饼给狗吃。那法利赛人一在抵挡他，耶稣基督说的话，你这假冒伪善的文士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是吧？骆驼你倒吞进去，猛虫你宣布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是是。你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把天国的门堵住了，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。耶稣责备他们严不严厉啊？严厉，特严厉，特严厉。假如耶稣要来到咱们中间呢，耶稣讲的话你能接受了吗？啊，耶稣讲道啊，讲的话能不能接受了？
你看那牧师，那比耶稣温柔多了。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温不温柔？用人听温不温柔？但开口就说假话，一直说到最后，开口就传假道，一直传到最后，是不是？嘴里一开口就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咱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，感谢神的恩典，阿门。是不是啊？就开始约翰一书第八章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别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认罪，弟兄姊妹，认罪。耶稣宝血，每一天都得涂几遍，多涂几遍才能洁净，涂一遍不能洁净。感谢神，赞美主，阿门。温不温柔？啊，温不温柔？太温柔了。这假的温柔是不是啊？假装的，外面披着羊皮，假装是羊的样子，其实里面确实残暴的了。他把那，这是魔鬼在他里面，要把人往哪里带？往罪里带。只要进到罪里，犯罪的是属魔鬼的。今天你只要是犯罪的，你就是属魔鬼的。你属魔鬼的，你怎么进天堂？谁的进天堂？属谁的进天堂？属神的。属魔鬼的能不能进去？不能进去。魔鬼今天就借着这群差役，谁的差役呢？鬼的差役，就进行干什么？在教会中间大扫荡，把你的钱也骗走了，把你的命也骗走了，是不是？命下地狱了，钱财也归于无有了。来吧，你有几个命也不够搭上去的。有多少人就是这么受天上当的？他不详细的看圣经，他不从头看，他不从第一章一节看，他从第一章第八节开始看。为什么？把那七节给省略掉了，是不是？省略，为什么要省略？他要不省略那七节，他就不会出现错误。出现错误就是因为省略那七节，那七节最关键的，来说明当时约翰传道是给谁传的。是给那些个已经听见福音的人，还是给那些没有听见福音的人？这七节淋漓尽致地说了，说明了约翰当时传道是给那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不认识神儿子的人，给他们传的。但今天人把这个从第八节往后掐到第十节，这样呢，就不要了那前边那七节，把那七节给剪切掉了，不要了。这些不看，就要看第八节到第十节。鬼，是不是鬼啊？鬼用这种方法断章取义的去剪切圣经的话，是要叫所有的人都给魔鬼当罪人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当罪人，你就是跟魔鬼一同下地狱啊。你要是义人呢，你就跟耶稣基督一同进天堂，是不是？假先知是好处坏处？他们在哪里建造？在坏树上建造，是吧？在肉体里建造，在亚当里建造，在罪里建造，不在义里建造，不在基督好树上建造，是不是？想要结果子，这边他人还在从这里没出来就要结果子，你这不是骗人吗？这不是假道吗？还在这里就要结果子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我们再看我们先看第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从七节往下看，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，是约在旷野中施洗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去不去？去。
去干嘛？看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。他们是不是现在还盼弥赛亚来到？是。你看这群人干什么去了？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受洗。约翰是不是在旷野施洗的？是。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看，就对他说，毒蛇的种类，约翰说的严不严重？毒蛇的种类是魔鬼的种类，对不对？嗯。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以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，以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神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叫你们悔改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。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净他的肠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约翰给没给他们留情？没有，没有。约翰在旷野中间施洗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他们不信耶稣，不接待耶稣，也来受洗了。他根本压根没明白受洗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也到那去受洗的。约翰直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是毒蛇的种，是不是？毒蛇的种类啊，怎能逃避将来地狱的审判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。约翰这句话是塞他们口的话，你们要结出果子，与悔改的心怎样相称？他说，你要结出果子，不是叫他们去结果子，就是逼着他们，叫他们来接受耶稣。接受耶稣能不能结果子啊？能结果子。你必须接受耶稣，悔改是接受耶稣，信福音才能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什么？相称。那么今天我没接受耶稣，我就说我去结果子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能不能相称？不能相称。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我已经讲了，如果我没有真正接受福音，我就去结果子，一定是在这里结果，在这里结果一定是伪装出来的，那不是真果子，是不是？真果子不是伪装出来的，是真正接受福音，圣灵住进我心里，更新了，就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了。悔改是什么？信福音，对不对？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人人都要悔改，信福音，悔改是信福音，是不是？信福音才能结果的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约翰说的话不是叫那些不接受救恩的人，就叫他们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对不对？他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的树就得砍下来。那树本身不结好果，老亚当这树能不能结好果呢？给没给砍下来？砍没砍？砍下来。老亚当的树已经被砍下来，因为他不结好果树，已经被咒诅了，被砍下来了，是不是？真正结好果树是真正的基督的葡萄树才能结好果，天上的树，公义的树，对不对？耶稣是公义的树，老亚当的不是公义的树，是坏树，他不能结出好果子。你要想用老亚当的坏树去结好果子，去想就与蒙召恩相称，行不行？约翰说与悔改的心相称，这个施洗是悔改的心，约翰的洗是悔改的心，你要接触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。我所施的洗是悔改的洗，你们这毒蛇的种类，你们要接触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，是不是？约翰逼他，你们要去接待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现在都不会，他要用圣灵一伙给你们施洗的，你们要接触他的。你真正悔改是接受那在我以后来的，不是因为今天受洗就叫悔改。真正的悔改是我受洗归入基督，从旧约里归到新约里，从律法归到恩典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从老亚当归向基督，这叫真正的悔改，是不是？与悔改的心相不相称呢？相称。今天
用肉体做出来的跟悔改的心相不相称？不相称的。是不是不相称？什么叫不相称？肉体做出来的事情跟在基督耶稣里头不相称，信心与行为并行。什么叫并行？一般高才并行。火柴道是一般高的，一般长的，又是一般高又是一般长的，这叫并行。神是天上的，耶稣是天上的，你用地上的肉体去结，坏处去结好果子，那个果子与这个相不相称？不相称。坏果子，坏处上结的坏果跟好处上那果子不相称，放不到一起去，不相称，对不对？不相称啊。亚当着急了，没给他娶媳妇，他着急了，一下上了狗头里找个母狗就结婚了，相不相称？相不相称？什么叫相称？你的下牙是人的牙，你的上牙是猪的牙，相称不？啊？相不相称？你这眼珠是人眼珠，这眼珠狗眼珠，你说相称不相称？什么叫相称？与悔改的心相称，都一样高的叫相称。主是天上的，你也必从天上结果子，建立在基督身上，相不相称？相称。你主是天上，你在地上的老亚当那个属土的肉体中间去假冒为善，外面披着羊皮装伪装，相不相称？不相称。所以约翰在这里需要相称的事情，不结好果子的那肉体能结好果子吗？你使劲要求结好，不结好，有的人一听不结好果就砍掉，为了不砍掉，所以我装点果子吧，假装用肉体装的果子，你完了你啊！你没明白，约翰叫你结好果子，不是叫你用坏树去结好果子，乃是用好树去结好果子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对不对？你说脸都长得人脸，最后鼻子是猪鼻子，相称不相称？这边是人的耳朵，这边是狼的耳朵，你说相称不相称？啊？你长个人身子，后边露出一个，是不是猴尾巴？相称不相称？这尾巴安在猴身上相不相称？安在你身上相不相称？啊？不相称是吧？什么叫不相称？就是等级不一样，它就不相称，对不对？这个群种不一样，它就不相称，对不对？它不相称。什么叫不相称？不陪衬。这耳朵这么长，这耳也得这么长，是不是？如果这耳这么长，那耳尖的，像鱼耳朵似的，长毛的，就在这上面。你说好看不好看？啊，下嘴唇是人的嘴唇，上嘴唇兔子嘴唇，三瓣嘴的，是不是？好看不好看？相不相称？什么叫相称？相称得一般高。神是天上的，基督是天上，这棵树是天父栽种的，是天上的树，是属灵的树。今天我今天必须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，这叫相称。他是属灵，我也必须重生一个，从神生一个属灵的，这属灵的渐渐长大，结出的果子跟蒙召恩相不相称？这叫相称的。一听说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不然这斧子放在树根就把你砍掉。这人就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回事了，就开始努力结果子，在哪里结？在这里结果子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听没听错？误没误解？有多少人误解圣经的？误解圣经的人多不多？你看这些人就误解圣经。其实圣经你详细坐下来，你好好的查看圣经，圣经里的话一点都不矛盾，只是人把它看矛盾了。只要神一要求，一提出要求，神还有要求，你还不能靠肉体，这个人还靠信心，这个人真正是悔改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看他要求，他要求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，毒蛇的种类，他不是要求你的。神从来没要求儿女，你们要好好的用肉体结果子，有没有这样的话？没有，没有。神一步一步引导，
说逐渐的引导弟兄姊妹，使弟兄姊妹一点点进入生命。他说你藏在我里面，我告诉你属我的人你藏在我里面，这群人就直接告诉悔改，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，是不是？是需要毒蛇种类才能逃避将来地狱的审判呢？但这位耶稣不，你们藏在我里面，我就藏在你们，这人就多结果。耶稣对他的儿女讲话是和风细雨的，耶稣对那法利赛人讲话是什么？严责法利赛人，是不是？斥责法利赛人，是不是啊？严不严厉呀、啊？严厉。对我们讲话严不严厉？不严厉，像和风细雨。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吃什么，说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因为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是不是这么讲话？和风细雨的讲话。野地里百花怎样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些小心的人，野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要堆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束，何况你们了呢？他对儿女说话和风细雨，告诉你怎么办，你住在我里面就结果子了，你不用你自己结，你只要住在我里，藏在我里面，我就藏在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不用你肉体努力，不用你肉体费劲，你只要照着耶稣基督在这里就能结果子，住在他里好不好？住在他的爱中就能结果子。所以对那些人讲话，他说你们要防备他们，他们外面披着羊皮，你们要防备他们，是不是？防备假先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所以呢，讲话的时候对每一部分人讲话，就有对每一部分人讲话的口气，口气不同，是不是啊？他说他们有过了，说他们有过，从来没有说我们有过了。说我称你们为朋友，从此有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了，是不是啊？彼得就那样做，三次不认主的耶稣还没有死，还没有用更严厉的话责备他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也不至于什么灭亡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恶人他就一次跌倒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一人虽有七次跌倒，就是信他名的人虽有多处，是不是完全都跌倒了，他也能够回转过来，神也能够把他救回来。那么恶人呢，他的道路却被灭亡，他就是不跌倒，他的道路就本身就不对，他往灭亡的路上直奔，对不对？感谢神的恩典。斧子放在树根上不结好果子是什么？结好果子是什么？这不砍，这是连根把它砍掉，是不是？最后讲无花果树的比喻的时候，就是无花果树就指以色列民说，它不结好果子，是不是？最后呢，主人说把它砍了吧，是不是？但那仆人说什么？不留着它。这仆人指的基督说的，那主人是指天父说的，是不是？留着它，中保嘛，中保留着它。他说我给它掘开土，施上肥，浇上水，如果以后结果的呢？就留着它，如果不结果再砍也不吃，是不是啊？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主耶稣基督是外邦人的中保，也是以色列的中保。他拿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，就比喻那犹太人靠肉体结不出好果子来，没有果子，上以色列一个招呼，以色列是不是神的选民？是。今天他们靠着律法在肉体里能不能结出好果子啊？耶稣上他那里找不着的，能不能找到一个果子？连一个没找到，原因是因为他里面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他就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不是神的选民？是。我们今天里面有没有圣灵？耶稣在我们中间找没找到果子？找到。我们今天圣灵所结的果子就在我们心中了，
是不是？找到果子了，因为我们是好树，所以结出好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是好果子，肉体情欲的果子是坏果子。圣灵和情欲相争，情欲和圣灵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抵的。我们今天是消灭一个，是建立一个，建立圣灵在我心里头，是不是啊？在我里面，我接待圣灵住进我心里，我们把肉体连肉体先行思虑跟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叫罪神灭绝，好叫圣灵在我身上结果子。我们凭信心把旧人灭绝了，叫圣灵在我身上结果子，是不是好处？是好处。他们留着坏处，我们要灭绝坏处，我们留着好处，叫好处来结果子。那些人是留着坏处，叫坏处结果子，因为他们没有重生，所以他就有一个树，他就有一个树，他拿出来的就一个，是不是？他就这一棵树拿出来是就这个坏树，拿着就这个坏树，一拿着就坏树，是吧？你们要行善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天父一样，又把这个肉体拿出来，行善像天父一样，那行善像天父一样，你们要慈悲像天父一样，必须从天父来的慈悲像才能像天父一样。你跑这里，你们要慈悲像天父一样，就使劲慈悲像天父一样。这里有慈悲吗？没有。这里有没有慈悲？有。你们要爱。正如父爱我一样，我爱父一样，那爱在这里才有爱呢，是不是？你常住在我的爱里，你就有爱；你住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爱，你是使劲爱，因为这样人装，用肉体装爱。但圣经却说了，叫基督住在你们心里，是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呀。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根本连够都够不着，测度都测不到，长阔高深的爱。不是人用头脑所能测度，是天上来的爱，神的爱。你用这个肉体能做出神的爱吗？你要能做出神的爱，我今天要告诉你，你把太阳摘下来，耶稣挂着你，你摘。你要能摘下来，你再说你能做出爱。能不能摘出来？摘下来？不摘太阳，摘月亮。能不能摘下来？摘星星。更摘下来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爱？人里面有没有爱？人里面有没有良善？没有。人里面有没有慈悲？没有。只有神里面有慈悲。我为什么要接待耶稣？我为什么要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？我把基督接受进来，我肉体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因为我肉体没有良善，也没有爱，也不能结好果子。我把这个不结好果的树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个信仰对了，叫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长大成人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显现出来了那个能力。那个荣耀，那个权柄，那个慈爱，那个慈悲，就是天上的。听没听明白？不是地上的，对不对呀？感谢神的恩典，凡这么信的都得着了，凡那么信的都得不着。这么信对了，那么信错了，听没听明白？哪个节？用哪个节？这个树还是这个树？在这个上嫁接，还在那个上嫁接？这个课题实在是太长，是不是啊？这课题实在是太长，在哪个上嫁接，在哪个上结好果子，很关键的，是不是啊？一下结错了，就结到老亚当那树上，没在基督的树上结，一结出就情欲的果子，是不是啊？那个果子有什么结局呢？那结局就是永生，结出死亡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们一同来闭目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爱你自己的众儿女，是我们今天能够听见主你的真道，将你的真道显明给我们，是我们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生根建造，不在亚当里生根建造，是我们真正明白了，因为基督是好树，亚当是坏树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在圣灵里建造，不在亚当的肉体里建造。凡在肉体里建造都不能结好果子，唯独在基督耶稣里建造才能结好果子。感谢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保守了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把这里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主你的手里，求你亲自来赐福这里的弟兄姊妹，赐福接待家庭，使他们甘心乐意在基督耶稣里服侍你。就求你亲自在这里将得救的数目加增给这里的教会，使弟兄姊妹的心更加的火热地服侍你。求你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照着你的旨意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，使得救的数目天天的加增给你自己的教会，叫你的道在这里被广传，
在济南这块土地上能够蓬勃的发展，使更多的人都接受你的救恩。听我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。